护士阿姨的两个女儿就读我们华山国小，每天早上带着香瓶和香鱼到校门口下车。今天他们和往常一样，一路蹦蹦跳跳地走进学校。路上他们讨论今天课间活动。耶，预科考完了，好棒哦！今天下课还要做作业。分钟，香瓶和香鱼心里不断感应与交流，心想下课钟响后要去哪玩。下课钟声终于响了，全班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。香鱼，来，你先留下，你的习桌出五百桌，你现在要下课啊。老师教你，快点，明白吗？做完功课可以下课了吗？好，可以。下课后，香瓶走到四楼音乐教室外，被一阵悠扬的口琴声吸引。哇，好好听的音乐哦！如果每天下课都来练琴，不知道会不会像他们一样这么厉害。Thank you.
了。